成的队伍，大家应该有看到不同形态的古亭哦。刚刚呢，这个古亭呢，它是比较颜色比较鲜艳一点点，然后也有那个纯木头的，还有刚刚大家所看到的用铝做的哦。欢迎淡水天象馆，还有天象游戏团。这里是我们的广东师贸。也谢谢我们福令组的哦。什么叫福令组呢？就是呢，我们沿途呢看到大家会有拿到黄色的福令哦，这个是在。